哎，大可放啊，大可放。说话不能结巴，知道吗？说话不能结巴。等一下把鞋子穿好先。把手指放到这里，快，大可放。手指不能拿走啊。拿走。拿去干什么啊？拿来弄灯。妈妈脖子疼啊。脖子不要伸手。要。要脖子。往下走，还有吗？还有，倒完了，没有了，有，吹不了泡泡了，有，还有啊，别伸直，伸直，快伸直，不鼓啊，又不痛。每次他爸爸拿起手机就说阿姨好，车子来了，我们这边。这一次进城的目的就是给他做一个全面的检查，因为他蛮久没做检查了嘛，头发黄黄又瘦瘦的，都说他营养不良嘛，所以来给他做了个检查，不缺什么，就是医生说给他多补点钙吧。取钙。然后这个人比较挑食，严重挑食。啥都不吃，就是吃点奶，然后医生就说那就给他多吃点奶吧。多吃点奶吧，没断奶，没断奶的娃还遗传你近视眼了。一点点，小孩子还是不太近视。然后很久没有来看我妈妈了。哎，这个人怎么回事，一放就哇哇叫。很久没有来陪我妈妈了，有一段时间了，今天来陪我妈吃完饭。外婆家哪里？小外婆。哎，人到了嘞，看人来了嘞。在哪？喊外婆没有？我有没得。喊外婆。外公啊，你喊外公啊。外公在这里烤火。咦，我们烤辣椒啊！外公烤辣椒好香。喊外公啊。来了。哎，哥哥来，哥哥来。哎呦，身上还有个袋子，袋子里面有一套保暖衣。你给你爹买的衣服呢？你爸爸给你买的球鞋。篮球。妈妈，你把灯出来。那个积木。摇。我当年不知道你要过来，特意留了一个糖给他。特意留了一个糖给你。当然了。谢谢哥哥了，说。有。今天体检出来的，都没有看他都多高了。90。90公分，身高90，体重25斤。养猫的？你的猫？都正常，就是缺钙。哎。从小缺钙。嗯。一直在补钙，一直在补钙的路上。赌巴肉，赌巴老老。赌巴老老，赌巴老老。不能吃。狗和牛和。你怎么问我呀？
写字啊，你别管哥哥的书本，画画画画也坏了啊。这个。哦，拿那个画。嗯，你爸，一画个圆圈圈，画个圆圈圈。你看，你看我画圈圈啊，圆圈圈。七，看吧。哎，不管不管。坐下来了，坐下来了，吃饭了。吃饭了啊。你今天还没有喊外公。喊一下。喊没喊？喊一下。喊外公呀。嗯，嘴巴掉了。喊没被喊。喊外公。外。外。公。外公。公。外公。外公。现在外公不在，你喊外公。外公。外公。外公哎、欸。外公。大声点。外公。外公。外公。好来。到那天就喊外公。外公。等一下外公来就喊啊。外公。他不会喊，只会喊哥哥。嗯，外婆也不会喊，外公也不会喊。外公。哎，好冷哦，这个火。吃饭了，好久没有吃到外婆炒的菜了。喊外婆，他不要，老张我张你们不要，老张我张你们不要。那你喊外公了，可以喊外公。要吗？快呀！要吗？外公，要苗哎。外公。外公，外公，外公，有刺你吃不得，这鱼叼不出来。啊！哇，酸菜，好吃吗？你赶紧的。你呀。我们要一碗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大姑姐，哎，嗯，哎呀，哎呀，妈呀，叮叮当，隆隆隆，一样都一样，要不得吗？吃饭了，要不得？对，啊，对，挂了进来呀，老来没有挂了进来呀，挂了进来，挂了我的你，妈，我的挂了，打，那怎么整的？那俩去了，那家进来，那俩我要，怎么？那不，那家怎么跟人那么来的吗？跟真跟啊。那么凉的我要干嗯我要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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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那你看现在也算在，算在好分了。